干嘛呢？走了，我们到酒店呢。我给你看个东西啊。啊。来。参见尊上。哎呀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天天看什么视频，看能走我路吗？饭也不吃啊。很帅。稳住。回来。我想问广大男同胞一个问题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？就是呢，我的老婆的老公从前几天的吴磊变成了王鹤棣，有跟我一样的吗？我觉得这样的风气呢是……当男朋友也爱看《苍兰诀》。这啥玩意儿？你们小姑娘看啥？我都不能愿意看。恭迎尊上归位，恭迎尊上归位。走，大人，快点，快点！掐死我！那就斩断你！东方青苍，岳尊大人前往何处？上去！在。随本尊出征。是岳尊大人。菜市场买鸡蛋。青苍也得等电梯啊！青青，快看后面，快看后面，他是谁？你告诉妈妈他是谁？妈妈，我们的月子大人。月子大人是不是你爸爸？对。那你旁边的是谁？是月子大人。这太扯了吧！시작해